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月9号星期三，我会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洒脱，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啊。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眼睛微张，上下眼皮轻轻的碰触。睫毛轻轻的相触，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轻松的闭起来，现在我们暂时没有用到这个肉眼啊，现在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可以把双眼的存在都忘掉了，然后今天我们来静坐之前，先来意念一下过去。所修过的功德，不论是布施、持戒或者静坐的功德，我们可以先意念自己最发喜的功德。有的人感觉很发喜，每一年都有供养功德衣。有的人感觉很发喜，曾经出家过。有的人很发喜自己。以生命为赌注来修功德波罗蜜，我们可先意念自己最发喜的功德，这个发喜的功德将会接引其他的功德。来集聚在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还意念不出来最发喜的功德，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先意念自己常常做的功德，也可以。比方说，有的人每一天都有布施，有供养斋僧，供养托钵，有放生等等功德。有的人每一天都有持清净的五戒，佛日的时候。也持八戒，
每一只眼有的人都有诵经静坐，意念到这些功德的时候，心感到法喜充满，这些功德会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感到轻松、spy， 然后我们就舒舒服服的坐好。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是大家休息的时间，所以我们舒舒服服的坐就可以了。有的人想单盘就单盘，有的人想散盘就散盘，有的人想坐椅子也可以。我们只要感觉这样做，我们没有勉强的，也不需要忍耐，我们完全都感到轻松自在，感觉这样做可以做得久，不容易酸痹麻痛。然后如果做到一段时间，哪里有出现疼痛的感觉，我们也可以再调整，也没有关系。盘腿变成散盘，或者从散盘变成侧坐，都可以啊，自己感到轻松舒服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来观察看看，扫描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现在就是我们可以调整的时间了，所以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调整，慢慢来啊。现在我们都没有再跟任何人比较，连自己也没有再跟过去的自己比较，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调整啊，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我们就观察看看头部有没有出现重重紧紧的感觉。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或者如果哪一位感觉怎么调头部还是有出现重重紧紧的感觉，
我们可以先稍微张开眼睛，然后感觉舒服了之后，我们就再一次闭上眼睛，这样也可以。我们不需要忍耐啊，失败失败的做啊。然后我们来观察颈部、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尤其是我们的背部啊。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没有太直，也没有太松。我们可以先不要在意坐姿标不标准、好不好看，我们先不管。现在我们先以轻松、舒服。而能维持觉知正念为主，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现在我们全身都放轻松。感到轻松、失败，也就好比我们正在穿着柔软的衣服一般。如果哪一位现在我们身体，还是出现酸臂麻痛的感觉的话，也不要紧哈，我们随时都可以调整，没有关系。现在我们都不管时间，不怕浪费时间。不怕坐姿好不好看，不怕自己的经验会进步得比较慢，都不怕。现在我们只是来休息而已，所以失败失败地做。就可以了哈。然后我们来假设看看，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像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都没有任何。内脏、肾脏、肝脏、肺脏等等内脏都没有。
现在都是空空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心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那里，身体的中央点，我们感觉。它大概就在我们腹部的中央，这样感觉就可以了。我们也不怕心是不是已经定在身体的中央点了，我们就感觉我们安放心的。这一点，我们就确定了，它就是我们身体的中央点。我们把心轻轻柔柔的安放在这个身体的中央点上，就在腹部的中央这里。当我们的心可以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我们的心感觉很舒服、很自在，因为现在我们的心已经回到家了，可以在这里。完全的休息，可以在这里完全的放松，失败失败的做。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来，把所有的负担、一切的挂碍全部都放下来，然后失败失败的把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宁静、轻松、失败。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啊。
宁静、轻松、舒服。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我们只要轻轻地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展、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展、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那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没有互相伤害。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只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些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普祖师、龙婆达摩世有法生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了。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ต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ญ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ะระหันตานัญ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กขั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
萨帕布塔努帕维那萨帕塔玛努帕维那萨帕桑卡努帕维那萨塔索提帕万都得请大家以最法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洒脱。在泰国法身寺那里啊，当我们刚刚啊盖大雄宝殿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会有很多一种动物来抓大雄宝殿的屋顶啊，那种动物呢啊我们比较少见的是什么？是蝙蝠。蝙蝠 COVID-19 刚刚开始的时候它不是很有名吗？当我们刚刚盖这个大雄宝殿的时候啊，有很多蝙蝠抓这个大雄宝殿的屋顶，当我们把它赶走的时候啊，它就离开一下而已，一下子而已就回来了。后来呢我们要放一些刺在大雄宝殿的屋顶那里，为了预防蝙蝠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故事，等一下再回来讲为什么要讲到这个蝙蝠。第二个呢，当龙婆他打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啊要来法身寺要管所有的工程，盖寺院他都要去看有一天他早上要去看工程的时候要穿鞋子，他还没有出家那个时候然后就把脚放进去鞋子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软软的，是什么东西在里面的结果去看是癞蛤蟆，癞蛤蟆然后他就把它放走。那里的村民看到他就会说你可以放但是他还会再回来，你看他还会再回来。龙婆他大爷半信半疑真的吗？隔天早上龙婆他大爷又要穿鞋子然后呢当他要穿之前先看一下是不是跟村民讲的一样，发现怎样呢？里面真的有癞蛤蟆，但是问题是是不是跟昨天看到的同一只？龙婆他打他那个时候有科学的心态所以呢他就想做一个实验，是不是同一只刚好有拿到漆他就喷漆喷红色的，喷到哪里？喷到这个癞蛤蟆的头然后在一天第三天早上他要穿鞋子之前呢，他就看有一只癞蛤蟆，而且这只癞蛤蟆很特别头部是红色的表示怎样？同一只表示同一只这是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呢是发生在美国那里有一个家庭，他们的宠物不是狗不是猫而是蛇，
他们养蛇就是不会咬人的，没有毒的那个蛇啊。然后呢，有一天他们要搬家哈，因为他们要准备很多东西，要收很多东西，而且要赶时间，所以他们忘记把他们最爱的这个宠物也带上车。也来不及回来了，因为赶时间呢，他们就搬家，搬到哪里呢？离自己原来的家2000公里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当搬到那里的时候啊，他们就想说，哦，可惜没办法再见到那只蛇了。时间过了5个月啊，大家，那只蛇啊，来找他，也不晓得怎么来啊。但是来的时候啊，好像他曾经去发生什么战争那种感觉啊，好像很疲倦的样子然后呢，他就把这只蛇拿回来家养。第三个故事结束了。那 P 为什么要讲这三个故事呢？是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蝙蝠也好，癞蛤蟆也好，或者蛇也好，它们无论是去什么地方它们一定会想回来自己喜欢的地方，自己习惯的地方，其实我们自己也要这样练习呀。练习什么？就是练习我们的心呢。当大家把心放到外面去，一旦知道，一旦想起来，哦，我现在应该要把心带回家了。大家就要练习把心回归到哪里？到身体的中央点，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我最舒服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要这样练习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来听今天的个案研究哦。今天的个案研究，那个案研究主人问有关他的爸爸。一开始就问现在爸爸在哪里呢？也不能问警察，来问龙婆因为是往生的人，爸爸在哪里？龙婆回答说，爸爸临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脑部已经没有什么反应了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如果有亲戚朋友有这种状况，就是说，他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了，就是准备要离开这个人世间而已。那个时候他的心是不明不浊的，也就是说没办法意念到功德，但是同一个道理，他也没办法意念到什么恶业，心就是不明不浊。当他往生的时候当他的细人身从这个肉身脱离出来，他就看到，诶，我的孩子在这里，我的身体在这里，诶，我怎么会看到自己呢？他本来以为自己正在做梦但是呢，他在世的时候也学过一点佛法，他就想说：“诶，我之前有学过的，像这样子的状态，好像什么，好像我死了。”然后大家看呢，因为他没有，他不像我们学习过很多个案研究，对吗？如果一旦从这个肉身脱离出来，当然，一般人都会被吓到啊。
然后呢，他就看到医生和护士来再一次检查他的身体是怎样，是不是真的死了。那个时候他真的很紧张啊，不想死，不想死怎么办呢？他想要再复活。如果是大家猜猜看呢，如果是你们的话，没有学过佛法，你们想要再复活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方法呢？他选择的就是他躺在病床上，然后呢就再次躺下去，希望细人身可以套上肉身。你们应该有看过一些电影是这样对吗？能不能这样做啊？躺下去了就刚好我可以再一次复活。我们明天再来看呢，这个方法有没有效？今晚呢，必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明晚见。